我是一位来自意大利，专注在杭州的女孩，叫瑞丽。对，就是有那个瑞丽的瑞丽。我来中国有5年了。我们进入互联网行业是在疫情的时候，我拍的一条视频是我们从安徽省坐高铁回杭州。拍了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整个视频没有爆点，因为在这个视频当中你能看到人们都很规矩，全员都戴口罩。但是发布了之后，我就发现国外的反应很大，因为在国外全员戴口罩是不敢想象的事情。那一刻我就发现在我眼中很正常的事情，在他们看来很不可思议。那一刻我就下决心，我要拍视频，开始拍一些我在中国真实的生活，因为这种真实的生活在我看来很正常，但是好像在他们眼中不是这样的。我也受到了一些质疑，一些不相信，但是越这样我越有动力，因为我心里我就会想，我又没能说作假，你这一个啥。就是我立志于我做技术传播我和中国的故事，传播一个正式可信的可敬的可爱的中国故事，也通过我们的镜头带全世界慢慢地发现中国的美好。我接下来也会一直留在中国，了解中国，学习中国，用我的镜头记录探索中国，传播最真实的中国，不忘初心。所有对我的鼓励和支持也是让我有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动力。我也是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但是我会利用互联网继续讲好我和我中国的故事。